炒黄豆，哎，这边炒一炒，炒炒炒黄豆，炒凉拌的第一个，炒五木耳，上尾上白发，全杀不出去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杀不出来，你的杀伤力来不保，我给你。出发吧，耶 ！Go！ 过去吧，来吧，上去。我们快到了，好的。没有，感觉这里的氛围就已经不一样了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个叫弄堂，对啊，对，小弄堂，它就是小弄堂。哇，好多钱！你看这一排，都是哇，哎，这是姐姐，这个有年代感，哎，这个一阵。这个你带上来唱夜上海很有感觉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这个好像你三周年的那个。首先来有请我们的星星老师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海派旗袍。我们中国地大物博，幅员辽阔，然后不同的地域孕育出了不同的文化，海派旗袍也带有不同的文化特色，像北方有京派旗袍，就比较平直宽厚；海派旗袍比较注重曲线美。曲线对，海派旗袍诞生于30年代的上海，30年代是旗袍的一个鼎盛时期。上海是中西方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旗袍就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元素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上海这边的旗袍是在之前那些旗袍的基础上传统改良的，对，它的面料也是比较多元化，很丰富。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数旗袍款式都是海派旗袍，像这款就是一片式，我不喜欢啊，这种这个也好配啊，这种是单层的设计，上身很舒服，这种是真丝提花面料，夏天穿很应该很凉凉，对，可以试一下现代感。这种的话，就是我感觉好多电视剧里面穿的，对，这种是一片式的，这个微型。这个是个哈哈那种感觉的，这种旗袍就是没有收身，它是一片式的，好淑女哦。那它外面还会穿一些东西吗？还是就这样？就这样，这种是也是重磅真丝面料，摸一下，对，这个是，我记得，这么闪是去夜店穿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的裙子，就是我很小很小时候的那种裙子，就是这个面料，这款是进口丝绒面料，进口丝绒面料，是不是很贵？一会儿拿去，故意拿出来的。就是刚刚大家听完老师说了这些了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体验就要量身定制，体验就要到位。刚刚老师也说了，他就是每个人穿旗袍的话，他都要给你量你的那些不同地方的围，不止3围，感觉7、8、9围了。然后我们就选出一位代表，让老师来给他。哎，那就我来了，那就你吧。首先要量胸围，然后还有腰围，还要量胸高点，还有胸距，胸距也要量，对，就是要那个，就是你懂的，形状是旗袍，它要量很多。然后像后背的话，还要量臀高点，臀高点，对，旗袍的那个曲线。对对对，是的，还要量袖拢、袖长，还有旗袍的长度，对，真的很多。那坐一下，你不要等多久？一般要7天，如果要定制的话，不
不加刺绣是半个月左右，国内不一样。大家也了解完旗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就给大家在这些就是挑选旗袍之前，教大家一点上海话的童谣。首先，我想请一个搭档跟我来示范一下，来谁？好，那你来。就是我教大家一个我们小时候会一边玩然后一边说的一个童谣。这个游戏和童谣的名字叫做炒黄豆。炒黄豆。炒黄豆。炒一块，这是我们俩舌叫。来，预备，走。炒炒炒黄豆。你的嘴巴超半个人说话，超得得得得得得啊，超超超网的网的，超网超超网的，超好网的，超好网的，飞跟的飞跟的，哎，两个一个来一次，来吧，两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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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玩一下，来吧。来，应该很开心啊，就是要表现出孩子的那种童真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
摇到阿布脚，阿布脚不好不不，哎，藏的终于出来了，我叫阿布你的宝，可以可以，就是他呢知道金子在哪，但是还没有特别的怪，就是那个圣言怪，对对对，然后下一位，有哎呦，有到阿布脚。阿布叫我好宝宝，我叫阿布你的宝。哎，他学的非常好，他说话也非常的标准，就是已经是我现在听来最标准的了。哎，然后他也学到了精髓，你的宝。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。选择困难症心态，你跟谁去？